拧松支架旋钮，将手机夹旋转90度切换为竖拍模式，拧紧旋钮，手机置于手机夹内中间位置，手握横滚轴和平移轴电机连接部位，前后移动手机，使其可以保持水平状态。竖直握紧手柄，拧松平衡调节旋钮，左右调节伸缩臂，微调手机夹，使手机达到平衡，拧紧旋钮，完成云台竖拍模式调节。